徐洪师傅，你这是下死手啊！怎么样，今天算通过考核了吗？世子爷本巡考核未能通过，需重新考核，训练再加30日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刚刚你的招式我不都一一破解了吗？还有啊，拜托那迷香能不能换个味道啊？我都闻烦了。世子爷辨别迷香的功夫，确实学会就成了。那你来告诉我。 剩下的一程在哪儿呢？还有一程吗？找到了。